在长滨有人贷款买山，只为守护环境。现在种的一些树没什么经济价值啊，这自己盖起动物让人爱家那里啊。因为爱上长滨，用书与在地做连结。欢迎来到苏州，在这边开一间小小的书店，然后跟这个城市去互动这样子。周本接八点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访台东，感受经典小镇长滨的魅力。